这个可以跪，也可以坐，也可以盘脚，哦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取名字叫禅凳，但是后来大家建议这个不是禅凳而已，也可以打电脑，我们现在在设计一个桌子配合这个，相当棒的一个设计，刚好有一个 group， 所以我们天天在玩木头，实际上我们来以意换意，有什么记忆我们来交换，还有一个以物换物，有什么劳务，我教你三小时，你要教我三小时，这样的这个理想。所以我们除了在这个地方玩以外，我们还要去当志工。就像我们有朋友啊，家里的门坏了，他根本不会修，然后那个找木工来修，太小的工程，所以不可能嘛。然后我们就去帮他修那个门，然后他就觉得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帮我们服务的部分，譬如说我们说，哎，我们可能要需要有一个老婆婆家需要打扫啊，可是不够人这样子，要不要加进来？他就来。那现在的社会就是都太商业了，那我觉得人跟人都是为自己。那像黄校长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，他就说，但我能力敢到啥岗，咱都去敢到啥岗。安尼，你这个算看几年？几千、几千、几千，吼，安尼都都准啊。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去广东的时候是数理老师，后来我看到木工，哦，他们的木工不是我想象那样子，就是敲敲打打而已。他们要设计画图、操作机器，啊，我是教学组长，所以我不得不我去借一本德文的书本，他们的教科书，所以我才决定说我要去学木工。木工实在是一个疗愈的效果，所以我虽然年纪大了，所以我还是喜欢木工。我在家里用的机器都是自己 DIY 出来的。啊，我们一定要做模具，这个角度都一定量过，但是加的时候、组装的时候不一定会对。所以我们做这样一个家具，这个帮他限制。黄校长先做了一个标准的，那我们会研究这个做的过程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我们做完了之后教他们怎么做，那我就变成是助教来协助。那我也在学啊，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一点一滴之间呢，其实我就学了很多木工的技术。你都先碰你的师徒制的这个精神，就是说要从工作里头当中去学习，有很多在黑板上面讲不出来，一定要师傅带着学生五个六个在那里讲，就像今天这样子。向阳木工坊，它属于太苗阿里乡，经轮再过来一点。我觉得很好的部分就是，我不但当了司机，我也来这边当学生，然后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成长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。还有就是，我也是台东的子弟，然后我觉得我有能力回到我自己的故乡的时候，然后我也可以在这边跟他们一起学习，然后把我自己的专长呢跟他们一起分享。好，那就锁起来，会宽一点，将来这个会改良。有宽一点吗？下面有吗？锁螺丝以后，我随便拿了一个材料，我加固一下就一个作品。但是我教他们的不是作品，我是要走木工工业的路线，量产。真正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是要走工业路线。这个制裁机其实是那时候校长有建议说，我们台东的制裁厂
已经一个一个要收起来了。校长就开始跟带着我们工班一步一步的研发。其实校长他其实是一个闲不住的老人，像他有帮我们去设计一个拉筋板，他一直到现在还在改良。有时候年轻人都有点追不上老人的脚步。在偏乡里头留下来都是老人太在面，要是他们留在工厂里头，把那个工厂变成他们的在地就业的一个工厂，不需要离乡背井到西部去，在家里头照顾这些老人，照顾小孩子可能比较好。这个大概无啥物通改啊啦，我就是起码对是这个看会着，就一点点这个。好像有牙齿掉了，所以我可以再补一下，以后就完整。用的人跟制作的人不一样，制作的人就大概成品出来就好，但是用的人才是重要，所以要听客户的意见。现在这个年代啊，一个专长没有办法生存，要有好几个专长。比如说我现在学木工，我不是只有木工，我电工也会，技工也会，也焊接，所以有机会学习就要学。